Look，这座是花椒新土鸡。我要跟你们大家说的是，礼拜二我告诉他这件事，他礼拜三就去外面抓土鸡回来，然后就腌到礼拜四晚上，把它拿出来，先蒸过以后，把鸡拿进去烤箱烤，就在烤箱旁边整整顾了1个小时。然后你可以吃了等到12点，然后喝酒喝醉了，我突然听到楼下有剁鸡的声音，那我又起身下去关心他一下，我说老公，真是太感动了，如果明天没有抱回第一名，看你要怎么样，西平自辩。那我们不要。